他们到了我们的联合服务中心的医务室，那帮小朋友检查完应该是无恙。小朋友发现说他的钱包仍然在水里，我们也是拜托我们的保育员着青蛙装，直接在下水帮他打捞他的钱包。没那么傻，他没那么傻。对啊，你走走看，你走走看你。他没那么傻，他没那么傻。对啊，你走走看，你走走看你，他没那么傻。